见了，很抱歉，我好久没有更新我的视频了，因为最近有点忙。然后呢，这期你们期待已久的 House Tour 终于出炉了，今天我就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新家。那首先呢，刚一进门的这个区域就是玄关区，然后我是打了一个整体柜。一进门呢是一幅画，然后进门后面刚好是挡住了这面墙，这面墙就打了一整面的柜子，你们可以看一看。然后最左边的格子呢，我是储存了一些生活用品的，这个像一些小零件呀，一些备用的纸巾之类的都放在这里，就是非常好储存。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很多的空余空间，然后没有弄，最上面会放了一些盒子，就是包装盒，舍不得扔的包装盒。然后你看还有很多空余的空间，下面这个小柜子就放些宠物用品，给猫猫洗澡的山铺啊，然后它储备的猫粮、猫砂等等。然后这个很大的抽屉呢，就可以放羽球包或者一些体育用品的东西。最大的这两扇柜子就是放鞋。这个就是我家里非常非常大、功能非常全的储物区，就是你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杂物都可以储存在这里。然后入门这儿呢，还专门做了一个换鞋柜，然后打了一个这个上下灯，上面可以挂我们这个包包，然后下面可以坐在这里换鞋。然后最下面呢，我放了一个体重秤，这样的话你随时可以监督自己的体重。然后这个区域呢，就是客厅的电视区，这边我买了一个日落的氛围灯，就非常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开着这个氛围灯，还有这个小灯，晚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的舒服。首先窗帘呢，我是选择这个双层窗帘，你们看这个外面这层纱帘，它叫做透光不透人，就是非常柔的这样的面料。然后里面这层呢，我选的就是这个深灰色的，因为跟我家居的这个颜色比较搭，我不希望这个窗帘会喧宾夺主啊。然后这边的沙发和茶几都是我淘宝定制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沙发的皮质我是采用这个纳帕皮，就是最高等的这个牛皮，它就是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很好打理。在马来西亚这种很热的天气，它就是非常的凉爽，如果用布沙发的话，我觉得它会很粘皮肤，而且不好打理，很怕会有猫抓呀或者一些使用的痕迹。但是呢皮就不会，但是皮也需要你平时的这个护理保养。因为在本地呢，我就觉得在我budget之内它的选择很少，所以我就淘宝定制的，然后这个颜色和尺寸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就直接是定制了一个一字型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款式的沙发就是做一字型比较合适。然后它进深特别特别的宽，有80厘米，而且买这个沙发我觉得非常好一点是它的那个后背很低，这样的话我可以从后面直接越过来，就超级方便，你知道吗？然后给我沙发配了这个毛毯，因为吹空调的时候会很凉，送了几个枕头，这些枕头都是羽绒枕，里面都是羽绒填充物，然后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看它这个沙发的进深非常的宽，而且沙发两边它这种很宽然后平平的设计，这样其实可以放水杯啊，放一些吃的都不会影响，就可以当一个小边桌。这个茶几也是我淘宝定制的，是我当时双十一抢的，我就特别喜欢它这个金色古铜色的拉丝，然后配上它这个花边，这样的话就是也不容易说伤到你啊或者怎么样。开始这个茶几呢，我本来想选择那个圆形的，但是觉得就中规中矩，然后方形的它又有脚会伤到人，所以最终看到这个花边形的就一下就给抢到就买了。因为我后面这个电视柜的灯它就是有金色的两盏灯，然后正好和这个茶几的这个底座就是很搭的。然后下面这个地毯呢，是我在本地的一个地毯商场买的，它有很多的选择，它这个是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这是定制的一个3米的地毯，刚好和沙发一样长。然后这个沙发边上呢，会放了一个 coffee table， 然后一个小边桌，我这边呢就放了一些杂志，然后还有我买的这个香薰石。我为大家安利一款香薰石，这个在马来西亚本地都有的卖。这款香薰石呢，它就是分好几种颜色，我当时选的是一个红色还有一个绿色，然后它家的包装也特别精美，然后只需要平常点1到2滴，然后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整个屋子就可以扩香了。我之前特别喜欢点蜡烛，但是在马来西亚因为这个蜡烛非常点起来不方便，很热，而且我家有宠物，怕烧到它的这个毛，所以这种香薰石真的是很好的拯救了我这个精致小资女的生活。然后这款电视呢，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值得炫耀的吧，我淘宝非常成功的一件物品。成功不是说因为多低的价格抢到它了，而是因为它真的是几经波折，然后最终成功的转运到我家。
然后这个电视呢，之前是运到我店里，然后从店里运到家里，是自己拿那个车载的嘛，然后结果路上在高速路上翻了，就当时心想完了，电视肯定碎了。结果拿回来拆开看，居然毫发无损，然后打开之后一切正常。至于这个电视呢，这期介绍不完了，我下期会专门做一期小米电视的测评，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款电视到底好不好用。至少我觉得它这个3000多人民币的价格还是值了，就即使是坏了我也认了。然后这个小沙发超级柔软舒服，然后放在这边就正好可以搭配我整体这个风格，因为白色还是比较百搭的嘛。我给你们看一个电视墙的全景图，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对称的线条，然后两边呢有两个镜条的设计，然后下面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五门电视柜啊，然后上面呢是用了这个磁吸灯的设计，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简约化设计，我特别特别喜欢。但是这种灯的安装会比较考验你这个师傅的功力，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好手艺的师傅，好装修公司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这个就等于花了大冤枉钱了。这个电视我给它选择了壁挂，就是你看后面挂在墙上了这个样子，这个是非常牢固的，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它可以调节尺寸。然后我还配了一个 JBL 的音响，还有一个 JBL 的低音炮，这边摆了一些小摆件，这是我上期那个唱吧麦克风。然后电视这边呢放着我最喜欢的一个这样的人偶雕像，我朋友来我家都觉得这真是点睛之笔，特别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潮玩。然后上面呢配了一幅这个丝巾，爱马仕丝巾画，就一下显得这个档次特别高。然后它有这个金边的元素，金边元素就可以和我家那个灯正好是呼应上的。整个空间呢以浅色调为主，然后中间会以这个深的颜色去分割开区域，因为我设计的主要理念就是偏简约轻奢，然后有一点法式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家里整个是用中性色，然后灰色呀棕色呀白色这种颜色，然后用一些金色点缀，这样其实就很美。然后这边呢就是楼梯角，下面的话就是摆了几幅画，然后摆了一个沙发，中间我是以这个深色来隔开两个空间的，楼上有铺了木地板，这边就是一个储物间，然后特别特别乱，就不给你们看了。这一块呢也是我觉得我家非常中心很出彩的一个区域，就是餐桌区用餐区。这边非常独特的一个设计是这样一个大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就能使家里感觉空间大了很多，然后也使得这个亮度增加了很多。我是配了这种岩板岩的这种餐桌，这样的材质呢它就是很耐磨耐滑，然后很好打理，不会有任何的划痕。上面的吊顶配的是这样的木板，然后配了一个这样的线条灯，就很有设计感，这个灯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客厅这个线条的设计，镜子的搭配，还有这个颜色的深浅搭配，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光源，就首先呢我家这客厅区域是以浅色为主，然后刷的这个漆就是很淡淡的灰色，它是偏白色，但是仔细一看是这种灰色，就是很有质感的感觉。因为这个客厅的空间比较大，而且它是连在这个饭厅一起的，所以如果都是浅色就会显得这个家比较轻浮，所以中间呢会用这个黑色的线框条，还有这个木板色的这样一些元素去中和它这个浅色的感觉，使这个整个空间色彩更平衡感，然后它那重心更压下来。然后镜子的设计呢就会使空间真的是翻倍增大。然后再说灯光的设计，灯光的设计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我家花了最多预算在这个灯光设计上，因为一个好的灯光设计会让你整个家的氛围非常舒服的。家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氛围感，因为我的家主要想营造一种轻松然后舒服 cozy 的这样一个氛围，我这个灯就会非常讲究，灯的色温呀、流明度啊、角度还有它的光源的亮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看到我家没有主灯嘛，因为我家都是无主灯设计，包括卧室所有的房间都是选用隐藏的灯带或者是这种射灯点灯的这种设计感，这样就会让家的氛围感蹭蹭蹭爆棚。然后我家所有的灯和家居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以后会出一期我在装修过程中就是一些淘宝的心得，然后能帮助大家去排雷或者是选到好物。然后这边呢是吧台区，就是用一个吧台来区分出了这个餐厅用餐区还有干厨房，这边配了两把吧台椅。然后这个吧台灯的设计就是两粒圆球球，然后加一个绿植物，正好与边上这个三粒圆灯是呼应的。
这个角落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角，它就很适合拍照，因为它后面你看是有那种很丑的一排插线板，所以我就买了一些装饰画和小摆件去盖住它。你们看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个瑞典珠宝的品牌，叫做 AWNL。 看我今天戴的这个手链就是他们家的，做工非常细致，很漂亮。打开它就是哇，一本书，然后旁边有这个证书，哇，真的好贴心。然后你看这是他家的这个证书，还有他家的感谢卡，哇，真的超感动。然后他们里面还有一个防尘袋，很贴心，还有这个珠宝的保养布，哇哇，他家的饰品真的好精致啊。你们看他们家就是主打这种 meteorite 陨石设计类的首饰，你们可以去关注他家的官网，然后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好像最近是有 promotion 的。而且它这个包装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漂亮，就是可以放我的这个首饰，或者是摆在外面当一个装饰品，正好是放在我家这里。干厨房呢也是我家非常好的一个收纳区，你看它有很多收纳柜，这边呢就有我从淘宝买回来的微蒸烤一体的这样的微波炉，变频微波炉非常方便。然后这个是一个嵌入式的烤箱，在这儿我还犹豫要不要选这种小的烤箱，然后经过我最近的这个甜点测试，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很多甜品，我发现一个大的烤箱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很爱烘焙的话，这个钱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而且这种内嵌式的真的是很好看。这边是一个小小的 Corey 的饮水机，然后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这边有一个双开门的冰箱。我当时选冰箱的时候就一定要坚持要双开门的，而且是左右对开门，就是一边打开是冷藏，一边打开是冷冻。我觉得这样的话特别好收纳分类，而且呢我不用说撕开门的冰箱然后去找东西在哪里就很麻烦，因为我平常储存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嘛，不经常在家做饭，所以这样的话多放些饮料在比如冷藏区，放一些冷冻食品在冷冻区，就打开非常方便。这边呢是书房，这个是我还没有完工的书房，我书房的东西都是从淘宝运过来，然后刚刚到还没有拆箱，下期可以给你们来一个书房大改造，看一下我书房都是怎么改造的。你们看我后面这幅画是我自己粘的，是一个一个毛球粘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再往这边呢就是师厨房，师厨房就比较简简单单，因为我不常做饭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那很多人问我这种深色的柜面好不好打理啊，我觉得真的挺好打理的呀，因为这个好不好打理应该是和你的这个材质有关系吧，跟颜色其实没关系。然后表面呢我就选择这种大理石，就是它新出的一款，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看，这样的灶台。然后这边的移动插排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可以移动，然后呢这样开关就非常的安全。上面就是我 IKEA 买的一个小架子，放一些我的小东西，超可爱吧。然后抽烟机和灶台呢我都是选择这个中国最大的品牌，叫做方太，这个可能在本地还没有很流行，但是在中国这基本上就是数一数二的品牌了，我们家里都在用，它的吸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用的这种传统火，它这个做饭也是比较香的，就是它可以调整它的火力嘛。这个小角落呢我就是放了一些花，然后放了一个香薰石，这个香薰石特别特别的香，买的是英国梨的味道。这边呢是一个百叶窗，外面是一个小花园，这个百叶窗是我在淘宝买的，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可以这样合上的，这是我老公自己安的。这种百叶窗它就是光影变化特别漂亮，拉开看看，哇，下午的阳光真的好棒啊。然后这个水龙头的话是可以拉伸的，这个样子拉出来，然后有两档可以调节，就是这样，然后花洒状，这个边边角角。然后这个浴室盆我选的是很大，78厘米的，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品牌，叫做 Mocha。 厨房区域呢有一点设计的不好，是我打的抽屉比较少，然后因为当时想的是按洗碗机，我就是专门留了一个空间给洗碗机，抽屉呢只是打了3个，其实不太够用的。之后呢可能会更多的去改造一些抽篮吧，然后能让它这个抽屉再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储物会非常方便。往后面这边呢是洗衣房，洗衣房就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洗衣机而已，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有个晾衣架。然后后面呢是小猫咪的房间，你看 Kitty's room。这边打开就是有这个猫砂盆，
然后还有一个猫爬架，这边还有它的饮水机和它的喂食器。这个小米的喂食器蛮好用的，很推荐。今天的 house tour 终于结束了，好像有点长哦。本来想给大家继续录楼上的，因为我的楼上是卧室嘛，但是看来要分上下两期了。那下期我再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楼上卧室的装修吧。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很喜欢我的家呢？然后我会把我的邮箱还有 WhatsApp 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评论栏。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设计师、我的施工团队或者一些产品的链接呢，可以在下面私信我，或者在小红书上私信我，我会一一回复大家的。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